兄弟们还又来赶海了，我的个天哪，这是八爪鱼啊，迈着深深般的脚步正在散步呢，一闪一闪的，还会变颜色呢。看见这小沙包了没有？根据我的经验，里面应该是有货的。你看，有一只猫眼螺，眼睛露出来了。哇塞，看这舌头肥不肥的，像不像个海绵宝宝？大概用推土机啊，说就是它。这些螃蟹藏的不专业呢，藏头露尾啊。披着红色的战袍啊，它要出征吗？不要夹我，嘿嘿嘿。我带一条龙尾鱼啊，祝朋友们健运发财，好运连连，每天有个好心情。这里有一只海螺呀，你赶走。发现条小尾巴。咱也不敢说，咱也不敢问呢，咱也不认识啊，拿出来看一下。是条大鱼啊，皮皮虾又喜欢虾爬，跟我走，你回家找个男朋友去哦。这只贝壳好漂亮哦，哇塞！送给爱捡东西的你哦，喜欢大海的话，点个小红心，加个关注，看我马上带你赶海直播喽。